来的路上好像还有看监视器。你怎么知道？警说把窗户打开，把窗户打开。他说不要，别人看到你。说把窗户打开。喜欢是很爱，你们两个爱我，可以吗？如果要证明我们的爱，我们要送他一个东西，对对对对，送上礼物。嗯，等一下，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爱小 S， 因为我们爱 CD 啊，动力爱 CD， 送上吸尘器。帮我试个声音，谢谢谢谢。我们会首次在这个大荧幕看到 MV， 现在心情觉得如何？ Bravo。我现在就赶快来找我。好，我任何角色都可以演，我不是只能演情侣，就充满情侣的女性，我也可以演外面的，就是少妇，或者是好。那我也愿意挑战啊。因为他演得很自然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就觉得哇，有一种就是专业演员的感觉，我会觉得说很尴尬，很自然，很自然，很自然。他想要跟 S 姐演多少？也是不伤害小的。这次演是导演还是始终粉丝？嗯，要不然最喜欢哪一出？哇，好多哦，当。会有机会，我觉得。我们不要讲这种虚话。没有，不会，不会。哪里？台北的也可以啊。台北什么时候？几月几号？我只上小巨蛋。路上好像还有看京剧。你怎么知道？看遍很喜欢京剧，我才是真的他的粉丝。他从三流之路，然后到我的出走日记，一系列我都有看。然后他们说，哎，就在前面呢。我说真的假的？然后我说在一楼吗？他说一楼很多人围着。然后那个我新助理就一直拿那个相机，我说把窗户打开，把窗户打开。说。让别人会看到有人说把窗户打开，然后那个窗户就开了，那路人就全部这样回头看我，他们说小黑是，我说他是不是在里面，他说是王静，我说哦，哈哈哈哈。感谢记者，因为有志远，哎，真的呢，还有周杰伦呢，讲这么多巨星在那一区，他们还会来吗？你看还是来了七个，其实刚刚在私底下还真的。